Dolce & Gabbana 是一个高贵复古，然后个性也非常摩登的一个品牌。它所拥有的不只是设计风格，设计师他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。像我所了解的，2015年吧，Dolce & Gabbana 就是以妈妈万岁为主题，都是那种亲子装，也引起了大家其实对于母亲的这样一个共鸣。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向母亲致敬。Dolce & Gabbana 曾经发行过一个黑胶唱片，就是这个品牌它是自我的突破和创新，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，每次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。一些小细节都带有它独特的点缀，所以它也是我日常或者是正式场合都会去选择的一个搭配。它有很多种，它也可以简约很大气，但是它也有青春活力的一种魅力。所以对于我来讲呢，不管是音乐还是表演还是生活中的事情，我觉得都是像刀子一样，都是希望勇于尝试和突破的。